晚上干嘛？我晚上不干嘛，睡觉啊。哦，这么早？不早了。你不是说要查些资料什么的，有没有帮你？不用，我今天不查了，我今天累了，我明天再查。是不是白天太累了？ 你知道，在急诊室是挺累的。你去急诊的事儿，我也真挺抱歉的。这跟你又没关系，你抱歉什么呀？